今天要去哪一间？他们今天要去哪里？哪一间？忙着去做事。忙着做事。啊？那你呢？我呢？哎，没事做。确定吗？确定吗？没事做。刚刚从里面口中说，另外一个声音女生乱讲话。一卡老美要帮你们做表演。好啊。就正常就好。他想要拉拉看，你叫他呢？没有，没有乱叫。我背完。你背完？他没有玩过。等一下，快一点。快录。他要表演吗？他表演。我表演。你要表演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的话我给朋友玩，然后我帮你们下原本那一卡，这个像小奶。可以甩脸吗？甩脸是哪？走，就是寿星，然后要甩他。那你先要玩。我玩。你甩到我们可以，不要甩到别人。会甩到别人就不得了了。90然后那个钱就给你付。等一下叫你接着。左手拿的，对，然后就是手捏着，站起来呀！这个幅度可以大一点，但是这是什么姿势？好丑！哦，好像有点东西。新闻会一只手丢而已，一只手丢，你要自己丢自己手机。丢这一台，我觉得不太妙。我可以打12345投诉一下。看你去甩他们，去甩他们。你跟弟弟玩了？玩弟弟啊，射爆弟弟。你要不来打工吧？打工，这打工可以过吗？应该不行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你是天空包吗？你们原本这个，你们想要吃宽的还是细的？你玩得很开心。太妙了！等一下这个你负责吃。你问弟弟啦，弟弟这个可以点过吗？我现在放这里。不行，看他是不行。所以我现在拉。不行啊！你要玩玩吗？我玩。你玩玩。我不要打我玩了。不行，我这样。把它拉下来。拉下来。然后像没有，他们是要吃细的，我们就对点。你要吃细的还是粗的？好啦。他这个问法有点怪怪的。他这样可以过吗？好对的。这撕开讲。哎呀。哇！表演特技。哇，英里米哇。他怎么不会动？可以了。那你就放桌上。这个下锅不行。哎，那个你吃。那个你吃，我很像哪一锅？直接飞到脸上是哪的 ？Bro， 太嗨了，刺激啊！没有刺激，并没有。